NBA Alley-oop 嘅時間啦，咁啊歡迎大家收睇逢星期一啊雙波第一波嘅藍波。NBA 咧上個星期啱啱個週末咧就上演咗一場咧大家估唔到嘅賽事啦，咁就係竟然啊Cavaliers 係會贏到 Lakers 啊 ，OK。Lakers 啊 ，OK， 我再講多次啊 ，OK， Cavaliers 係贏 Lakers 噶，唔係 Los Angeles Clippers 啊 ，OK， 係啦，估都估唔到。好啦，咁啊，仲有上個星期就爭啲啦，咁啊，OT 之下啦，咁啊，竟然啊 ，Rappers 喺即係速龍啦，喺 Ibaka 嘅三分波 ，boom 咁啊，竟然係用 Ibaka 嘅三分波去取勝啦 ，OK， 咁啊，亦都有幾場我自己覺得。幾精彩嘅比賽啦，咁今日可唔可以同大家做個回顧，又或者係史坦你點樣分析啦？因為上個星期啦，咁啊 Blake Griffin 咁啊亦都打咗一個唔錯嘅一個嘅表現啦。不過咧之前咧阿 Blake 佢爆50分啊，嗰陣時史坦都有講過就係話作為一個球隊嘅重點球員咧，咁其實咧唔係一場50一場10咁樣噶嘛。小馬對用係啊冇錯啊係啊幾好睇咁啊。你要明白的就是我們叫做那個什麼那個不可以太上大落，即是作為一個球隊的重點球員呢，我覺得穩定是最緊要的叫做屢創新高，叫做因為 Blake 呢其實不是上一場的事了，因為他上一場拿44分，但是你說之前他有更高的不是有50分，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一場50分，一場8分咁樣咧，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嘅而家難做啊，大佬好難搞喎，即係兩場加埋25分，咁啊唔得，咁唔係唔得嘅，係啦，咁啊只不過冇咁好啫。咁所以就係阿 Blake 咧，我之前都無論係呢個 NBA Alley-oop 嘅節目我都講過啦，佢係到目前為止佢離開 Clippers。之前咧，我都覺得佢係一個 overrated 嘅球員嚟嘅，即係無論係傳媒啊，或者無論係各樣嘢嘅褒獎之下咧，佢先至有佢今時今日嘅地位。但係論實力、論其他嘢咧，我覺得佢絕對並不值得呢啲掌聲嘅。OK 好冇？幾想話 Hitman 二啊，盡快，因為太多 game 排住玩啊，同埋今日有新 game 啦，同埋嚟緊啊《Bowser Two》又出啦，係咪先？都唔知玩到邊只係啦。OK。點睇夏登食波餅，阿 Clay 食波餅啦，咁樣啦 ，OK， 好啦，咁但係阿 Blake 上今個星期都打出一個叫做有一場比較好嘅賽事啦，咁啊44分，咁啊入咗五球三分波啦，係啦，咁啊你見到一個好努力嘅球員轉型啊，唔好話轉型啦，即係佢好努力去習慣呢個比賽嘅節奏嗱，Hello， 咁啊係今次講講。咁加入去會再講，咁就係Blake 咧，其實今次會係今日個主題 review 嘅一個重點嚟嘅，因為點解咧？你見到當佢以前由 Clippers 嗰度打雙塔posing low post 啊 high post 嘅打法，跟住越移越出，越射越準，跟住而家開始三分係有威脅，直情係要防守係三分嘅時候，你見到阿 Blake 咧，佢喺呢十年裏面咧，佢係作出咗好大嘅苦功去轉型，配合呢個叫做呢個聯盟嘅發展，又或者一個叫球隊呢個風潮下嘅發展。咁啊，同另一位球員咧，就真係叫做嗰啲做雙形見絕啦。嗱，今次我有做功課噶，我識噶呢四個字。OK， 雙形見絕啦。咁就係另一個咧，我就覺得大家都好可惜嘅就係Carmelo Anthony 啦。OK， 咁就你見到同一個並不是同一個年代啊，但係喺同一個時代產生嘅兩個球員。都是大前鋒的位置 ，OK， 但一個咧就越走就叫做越適應到呢個嘅球賽，一個咧就越走就越適應唔到呢個地方，啊、同樣是大前鋒，而有冇去落苦功去轉變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大家有睇到啊，就係努力咧係有回報嘅。嗱、啊，雖然我都係認為 Blake 佢係一個 overrated 嘅球員，不過咧佢的而且確喺而家呢個時代佢係適應到嘅。OK 好冇，我所以要俾個 thumbs up 佢嘅。OK 好冇，好啦嚟啦，咁我哋入今個星期嘅主題先，咁啊例牌啦，咁我哋要先睇一睇我哋嘅排行榜嗱，咁啊經過一個星期嘅努力之後咧，咁啊明蘇達速龍啦，仍然係穩居呢個東部東岸嘅第一名啦，咁啊喺字母哥，我撐邊隊？你見到我粒星啊 ，James Harden。OK， 我唔係撐你嗰隊，冇辦法，但我係撐有一星嗰隊啦。OK， 但係我係 forever 公牛嚟嘅。
OK forever 公牛啊 ，OK 籃球我淨係中意公牛啫，但係咧你問我睇波咧，我而家睇緊差六人啊，即係睇波還睇波，中意還中意係咪先？早祖雲達斯永遠嘅足球愛隊啊，但我都冇祖雲達斯嘅比賽我都會睇嚇、啊，就咁簡單。但係咧，如果入去球，如果入去買波衫，即係如果入去如果譬如屎數唔知佢識幾條筋，或者我做咗一樣好神奇嘅嘢，令到好開心，佢俾筆值我買件波衫 ，OK。我會買公牛，籃球會買公牛，足球會買早嘅 ，OK， 唔會有第二隊嘅 ，OK， 嚇、啊、咁。但我相信啦，史索佢呢一世都唔會送波衫俾我噶啦 ，OK。我係覺得球鞋 人生第一對 Jordan 要有人送嘅 ，OK， 因為我覺得 Jordan 係個宗教 ，OK。人生第一件嘅公牛波衫，我都覺得需要有人送嘅，因為 Michael Jordan 嘅係一個宗教 ，OK，OK 好冇？足球一樣道理，好好啦，嚟啦，咁啊。跟住揾手第東部第三嘅就係 Indiana Pacers 啦，點解聽到索鼻聲？係啊，台長有少少唔舒服，係啦 ，OK， 咁啊，跟住就係七六人啦 ，OK， 跟住就 Boston Celtics 啦，咁啊 Miami Heat， 跟住就呢個再數落去就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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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好啦，咁啊睇睇西岸啦，西岸啦，睇下咁快啦，29-13，跟住勇士嗱騎住勇士啊。其實勇士啊，勇士係29-14啊，跟住 Oklahoma City 啦 ，Oklahoma City 咧即係雷霆啦，雷霆咧就上個星期咧就 back to back 打咗一場咧好漂亮嘅比賽嘅 ，OK， 第一場喺呢個 Android 發神經雙 OT 嘅情況之下，竟然打贏咁雷霆，跟住雷霆咧就第二場 back to back 咧就反 cap 佢嘅，係啊，報有仇報仇啊叫做好，好啦，跟住波特蘭啦、Clippers 啦、Houston Rockets 啦、聖安東尼奧馬刺啦同埋 Lakers 嘅，你要派路波衫係米蘭嘅定係祖記嘅？嚇、啊，我唔要派路喎、啊，啊，搞錯啊你 ，Attack Team 你睇咗我哋咁耐，你都唔知史坦。中意祖雲達斯係因為迪比亞路嘅咩？啊 ，forever hero 嚟噶嘛？迪比亞路係 for me 係 OK 好啦，好唔使啊！我同佢講好多次啊！啊，我亦都喺多個場合嚇、啊，我同個史蘇反映過呢件事啊。不過史蘇咧，佢係依一世都唔會送俾我噶啦，唔知點解 OK？ 唉、哎，都唔知點解女人心諗乜嘅。OK 好啦，你啦。嗱，咁跟住睇翻我睇，交換你俾個 partner 佢先啦。哇，大佬啊，個 partner 同埋一隻波鞋爭幾遠啊，大佬！呢個 partner 講緊幾皮嘢，而家好靚少少嗰啲咁樣，啲咩買對波鞋1,000+啫嘛，唔好咁啦。OK， 好啦，嗱，咁呢咁嘅成個聯賽嘅排名就係、是、分別就係咁樣啦。咁啊，我自己覺得啦，咁啊，你見到如果計聯賽排名嘅話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今年咧，嗱，今年我哋嘅New York Knicks 啦、勇士啦、芝加哥 Bulls 啦、Phoenix Suns 啦，其實我自己比較咧就騎士搞死湖人，點解？唔係喎，湖人搞死自己喎，我覺得。OK， 好啦嗱，咁啊 Kevin Lewis 咧，坦白講真係今年就包尾就緊局噶啦，去到，因為你知道佢嘅人腳啊，所有嘢咧都係七零八落呢、這個，唉，都唔知點冇得搞噶啦，真心講 OK。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你都要打㗎，即係個球隊都要營運㗎嘛。咁所以咧，自己喺今次個呢個成個聯賽排名裏面咧，咁其實而家榜尾呢幾隊咧，我都覺得咧，真係唔意外嘅，真係唔意外。OK， 但係反而係中游部隊咧，我自己覺得就競爭十分之激烈啦。嗱，呢個係講緊聯賽排名啫，即係成個聯賽睇啊。如果分東西岸咧，仲有得分㗎。但係我自己覺得以而家成個聯賽嘅排名嚟講咧，好似 AD 聯隊啊。係啊，即係 A.D. 聯隊啊，或者係小牛啊，咁其實呢啲好有活力啊，或者即係打得好，打得叫做好波，打得一場好波嘅球隊咧，就反而嘅成績唔係太好。OK， 好似小牛咁樣啦 ，Luca FIFA 啊嘛，而家即係 Luca FIFA 啊嘛，咁就但係其實 就算 Luca 有 FIFA 都好咧，咁仍然係冇辦法為小牛帶嚟一個。叫好好嘅成績啦，即係同當日嘅練星嚟詞咧，係真係十年勝，唔係唔好話十年勝啊，即係八年勝啊、九年勝嗰啲創造創舉啊，真係有少少爭，大家都係講緊一個 FIFA 一個 storm， 咁但係 Luca 嘅 storm 咧就冇當日練星嚟詞咁犀利啦 ，OK 好冇？好啦，咁啊跟住咧。又公龍木狼啦，跟住早上買咩 hit 啊咁啊當日即係開季食盡屎嘅 Kings 啦，竟然越打越好啦，跟住 Utah Jazz 啦十分之好好隊形啦，反而就係湖人啦
一季，即係一個 period 一個 period 咁樣。而家湖人打咗十場好波，跟住無啦啦又開始自己搞死自己咁樣，唔係我係 anything。好啦，嗱，今日有幾場重點賽事想講啦。首先第一件事啦，就梗係我哋嘅騎士可以贏到湖人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根本就係黐線啦，係咪？對唔對？小華慢慢嚟啦，而仲有個 Luka 嚟緊兩三年圍住佢組隊，我啊水水內內，我覺得 Luka 係直絕對係可做啦，係啊。當日我相信 trade 走佢嘅隊伍，亦都係十分之抌春啦，唔好講邊隊啦，係咪？咁啊，仲要係今年先 trade 啦，係咪先？對唔對？咁啊，我就係覺得即係如果大家都有個 FIFA 嘅時候，即係大家都有個風暴嚟緊，即係個人著曬火嘅時候咧，咁就當就即係真係爭啲噶啦。OK 有冇？西門邊個都全不和噶啦。OK 係啦，我覺得Simmons。都冇所謂啦，佢同所有隊即係外界傳嘅不和都傳好多啦，隊友又傳過，乜都有傳過，其實都冇乜所謂，因為 Simmons 佢作為一個先導型，嗱坦白講，西門啫係雖然冇先導咁全面啦，係咪先？但係咧，佢作為一即係作為一個控球後衞嚟講咧，佢係先導嚟噶嘛。即係個髮型似嘅啫嘛，其實佢基本上所有嘢喺體格啊、各方面啊嘅嘢啊、技術啊、連裏邊嘅籃球合作裏邊嘅，其實佢先導嚟啊嘛，只不過即係外圍唔準啫，或者三分冇咁準咯，唔係冇咁準啦，冇乜射咯，係咪？一季都唔知有冇射十球 ，OK？ 咁啊，佢同先導最大分別就喺呢度，但係我覺得先導最勁嘅時候喺靈南最勁嘅時候，佢都唔係打小前鋒啊，係咪先？轉型咗去打 PG 之後咧，即係先導啊，即係神一樣嘅存在啦，係咪先？如果同我講嘅話，萊德合將裏邊先導轉咗打 PG 嘅時候咧，我覺得佢係完勝阿木嘅可以 ，OK？ 但可惜就冇正式對陣過啦，叫做冇正式叫對作對峙過啦 ，OK？ 好冇？好啦，嚟啦，好啦，咁啊，依場咧簡直係令到人哋扣人心弦啦，我自己都唔撚明嘅，真心。即係你話 Lakers 咧，而家呢個陣容之前嗰一個好贏緊嘅 winning streak 可能有 James 或者可能有嘢噼里啪啦，有好多可能 chemistry 咧係一兩場跟住冇演化落去。咁啊 James 咁啊個菊花整親之後咧，咁你呢幾場即係缺席咗之後咧，其實你見到咧冇咗 James 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嘅小前鋒啦，好似我哋嘅雙傻其中一傻啦，就係我哋嘅小男子 Stevenson 咧，其實佢都好努力打出佢嘅球叫成績嘅。你嗱坦白講，你冇咗 James 之後喺度，其他小前鋒上陣嘅機會係多咗好多，係咪？特別係 Lance Stevenson。佢令嗱，雖然我係極度之覺得佢戇鳩啊，我嘅坦白講，你有冇人覺得佢戇鳩啊？打一啦 ，OK。但係咧，你又吹佢唔漲，就係當佢冇咗 James 嘅情況之下，佢努力係交出到成績，至少佢嘅數字同埋貢獻係唔差，即係戇鳩還戇鳩，我哋都要尊重佢。係好啦，咁啊嚟睇啦啊，今場咧其實我覺得理論上任何時候。足球籃球就係咁樣噶啦，即係你如果逐個稱嘅話，當年嘅國際米蘭點會輸啊？係咪先？但係就係我當一對嘢合埋一齊嘅時候咧，就唔係逐個稱噶啦，係咪？好啦，你見到啊 ，Long Show 波十三分，四十分鐘十三分，八個籃板，八個 assist 嗰次 ，Ingram 二十二分，七個籃板 ，OK，Kuzma 廿九分，九個籃板 ，OK，Hart 時高時低時上時落啦，九分五個籃板球啊 ，McGee 兩分八個籃板球啦。好啦，跟住再落去 Stevenson 啦，咁啊十三，咁啊今場就厲害啦，咁啊零分四個籃板球啦，所以話咧有陣時啲嘢就係穩定性係幾緊要啊。OK， Beasley 啦，咁啊其實你見到啦，我自己就唔覺得呢堆數據有咩問題嘅。OK， 數據係死嘅，輸俾騎士係真係諗都諗唔諗到啊！好過 JR 先，係嘅。因為我自己就零藍黃都雙雙，你見唔到啊？即係對面係Thompson哥，即係我哋被以為舊年勇士為即係作為一個中鋒嚟講，佢零個籃板球咧，佢真係都雙雙嘅時候咧，我真係唔明白湖人做緊乜鳩啦！唉，真係我真係唔撚明啊！真係唔撚明，認真。哦 ，anyway， 唔好明。我點啊？咁點啊？咁唔好明，即係由得佢，由得佢，由得佢。OK。因為我自己覺得點樣都好，湖人你唔會輸俾而家一隊咁樣嘅勇士㗎，嘅騎士㗎，係咪先？係啊，冇錯 ，Beasley 不嬲都好波啦，但係用佢唔到啫嘛。咁即係你同我講，而家湖人嘅陣容，就算有冇 James 都好，你唔會輸俾佢啊，係咪先？咁啊波。
就係完㗎啦。我覺得有陣時波就係完，你真係冇辦法，係咪？咁啊，我只覺得。亦都揭露咗湖人嘅問題所在啦。嗱，有好多巴打，因為我哋打 NBA 咧有個 group 嘅，有個 group 嘅。我哋叫住嗰個 group 咧，就係平時用嚟打 NBA 2K 啊，約下戰啊，同埋咧有陣時講下波經咁樣嘅。咁啊，阿 Viva 咧就 po 咗條片就出嚟，就話咧分析即係唔知有個 YouTuber 就分析呢、這個湖人內線嘅問題，佢話。跟住都係嗰啲鳩噏嘢啦，我覺得係啦。咁啊，譬如話嗱，我唔係話佢鳩噏啊，而係話佢啲 point 係鳩噏啊，佢噏得幾好嘅，係即係鳩噏嚟講咧，佢噏得幾好嘅。OK， 咁啊，即係等於史坦咁啊嘛，即係將一篇好悶嘅嘢讀到好生動咁樣。咁譬如話籃底人物太多啊，內線物質質啊，我有睇嗰段片，跟住咩內線流動即係流動慢。OK， 流動慢球隊整體嘅整體的速率跟不上咁，哔哩吧啦，咁啊，即係一堆好普，一堆好奇怪，即係一堆我自己認為好奇怪嘅説法。咁啊，我唔會懷疑佢有冇睇波嘅，因為有睇波先會即係至少做下功課先會分析噶嘛，係咪？咁但係你譬如話以而家目前啊咩？哎呀，季後賽先叫真章，你成日好多人都咁講，而家去到季中入到季後賽講啦，係咪先？即係我都係嗰句入到季後賽先講啦，係咪？要試乜都試曬啦，頭二十場乜都試曬啦，係嘛？仲要想試新陣，係咪？嗱，咁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即係嗰條片啦，咁啊湖人啤啦啤啦，我唔去重點去分析嗰條片啦，咁啊，只不過我覺得如果內線係因為物質質。所以輸波呢樣嘢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好唔同意嘅。OK， 你都明白就係內線物質質，我嘅説法啦，因為我自己我打好多年嘅遊戲啦，啊，雖然有身高問題，打波嘅時候以前打波嘅時候都係打後衞冇辦法嘅，係啦，但係我打咗好多年，因為我自己好中意中鋒無論係手遊 game 啊，或者以前 freestyle 啊，有冇玩過 freestyle 啊 ？PC 嗰只咧韓仔 game 咧。以前我玩 freestyle 啦，咁我叫路易大帝啦，係咪？即係有我英文名啦 ，OK。咁跟住到而家嘅NBA 啦，係啦，跟住或者 freestyle 手遊啦，其實我都係玩大前鋒或者係中堅啲，因為我覺得咧中堅係好玩嘅，好玩嘅 ，OK。低調得嚟咧又好重要 ，OK。咁啊而家我哋所謂內線物質質咧，永遠有兩個説法嘅 ，OK。一個咧就係叫進攻嘅流動性，一個咧就叫防守嘅流動性。以而家湖人的中堅嚟講咧，新仔 ，OK， 加埋雙傻之一的麥基，跟住 Chandler， 咁其實以依三條友嚟講咧，佢絕對唔會構成物質質的情況嘅，不論係進攻同埋防守都係，因為點解咧？嗱，我話俾你聽一個典型嘅物質質例子 ，OK， 就係話。如果你將 AD 加 MB 同隊咧，就叫內線物質質啦。呢啲叫塞車。因為點解？因為兩個都要搶波，兩個都要有持球在手，再去發動嘅進攻嘅。又或者 MB 加 Blake Griffin， 咁就係物質質啦。因為無論係防守同進攻咧，佢都要需要攞曬。攞咗好多 AB 位，甚至係我叫內圈嘅一啲嘅進攻時間，甚至係防守重要性嘅。OK， 呢啲組合就叫物質質啦。因為點解咧？任何時候佢都同你打死 AB 位嘅。嗱 ，MB 好啲嘅，因為 MB 有三分能力，有時佢拉出去。OK， 咁但係你話呢啲就真係叫做物質質啦。而家 Chandler、麥基同埋新仔。其實佢真係唔會構築成咧叫做湖人內線物質質導致傳播流動性而減低，冇，我覺得唔存在呢樣嘢嘅。OK， 除非你同我講，麥基、Chandler 或者新仔加埋每場入四十分，呢三條友夾埋每場入40-50分，跟住再攞你20-30個籃板球。都輸波啊，咁就成立啦！你明白我的意思？分鐘又打得少，持球比例又唔高，何來會內線物質質呢？流動性根本就唔喺嗰，無論係一傳定二傳都好，流動性都唔喺呢三個中鋒嗰度，所以我自己唔明白嘅。OK， 好冇？
咁所以你話咧，其實以而家湖人同埋你今年我講得好清楚，當你有睇波，你就明白而家今年湖人根本就唔係同你打唔打定裝嘅，係咪先？今年湖人唔同你打定裝喎，就係全部好似 Kuzma 嗰啲快嘅飆波嘅 ，bang bang bang 嘅 ，OK， 對唔對？湖人外線慘淡，所以外線都係鏟籃，唔係啊，你鏟入去冇問題噶嘛，係咪先？你鏟入冇問題噶嘛？我唔覺得踩入有問題嘅喎，係咪先？如果你同我講踩入有問題嘅話，乜咁 Jordan 即係 Jordan 公牛嘅年代都死撚曬啦，係咪先？對唔對？明今日到我轉翻再之後再講。所以你要明白就係話，我自己覺得而家湖人嘅問題就係好似 Kuzma 呢類嘅情況，就係你而家打快波會贏嘅，打對位會輸，硬包型定裝嘅嘢咧。不嬲都唔係湖人嘅強項嚟嘅，甚至依年更加係啦。咁而今年你話對騎士咁樣都輸咧，我自己覺得咧係純粹係嗰個軍心問題啦，應該去到但係你話點解會輸嘅？大家睇翻呢場波啦。好，但係我覺得點樣就算點樣七零八落都好，你話試陣乜都試完啦，係咪？咁唔識講。會唔會是湖人見即係叫做佢底力或者板凳見底呢？不清楚啊，一兩場波好難作準，係咪？但係我是覺得呢場波是輸得好不合理嘅。OK， 唔合理的意思就是話，譬如話你第一節32-24冇所謂，第二節19-22其實都冇所謂，因為你見到個積分咧，佢唔係講緊因為好似今場咁樣啦，佢都好多互換領先位置嘅一啲嘅小分位啦 ，OK。但係重點就係你話而家嘅湖人去咁樣稱嘅時候，我自己覺得點樣排陣都好，點樣戇鳩都好，係唔會同而家騎士打到5-5嘅 ，OK。嗱，可能有人會歸咎於太多人鏟波，係啦，譬如話 Ingram 又要鏟入去，跟住 Kuzma 又要鏟入去，跟住仲有好多球員都要鏟入去。我唔認為，如果係因為贏波或者因為輸波，係純粹因為鏟入去咯。OK， 咁鏟入去贏嗰啲場次，咁啊點啊？即係我自己好討厭嗰啲分析就係咩咧？啊，呢一佢哋啊，因為嗱、啊，即係我唔係要鞭屍啊，只不過咁啱講呢件事啫。啊，因為內線物質質咯，咁屌你老味，之前贏嗰啲唔係靠英軍插入去咩？係咪？之前贏嗰啲唔係靠 Kuzma 插入去咩？內線贏嗰場你又唔記得咁講？係內線贏嗰場你唔話我內線物質質，所以我覺得it's fine 係咪？而係話我係覺得 Lakers 睇由對騎士呢一場咧睇得出咧球員對於戰術嗰個服從性好低，好低。嗱、咩意思呢？就係講緊有陣時咧，你要知道每個進攻每個防守，其實我哋都會有個 play 嘅，好似打 NBA 2K 咁咧，有啲位要企嘅 ，OK。但係因為有啲人需要多啲嘅持球權咧，令到嗰個戰術咧運行唔到啊，係啦。譬如話我好乖嘅，嗱我譬如我簡單啲，我好乖嘅，我真係企喺底線等波。咁但係 Ingram 你知道 Ingram 係野馬嚟噶嘛？他去緊個快攻的時候咧，佢冇按戰術交波，或者佢冇按戰術去做一啲嘅叫做戰術上嘅決定的時候咧，咁佢鏟得入，咁咪入咯；鏟唔入嘅，咪成隊人陪佢跑咯，係咪我意思啊？所以我而家覺得去到季中啦，亦都見到今場佢輸俾騎士，咁啊睇得出，睇得出咧，我係叫做球員之間對於戰術嘅服從性咧係比較低，同埋執行力好低。可能歸咎於咩咧？年輕啩，可能歸咎於球員嘅風格啦，亦都可能係因為球員喺球場上邊判斷嘅問題啦。咁呢個咧就要教練咧慢慢再同佢講啦。因為點解咧？你見到有 James 喺度嘅時候咧，嗱，其實今年咧特別係佢傷之前咧，大家有留意數據或者有留意嘅場次啊，知道 James 其實咧今年就冇咗嗰啲。好關鍵的當然有啦，好關鍵嗰啲 carry 波嘅冇嘅，反而 James 今年的情況咧，就係當喺好多嘅關鍵位或者叫大心臟位咧，佢好成功令到散收收嘅湖人咧執行到戰術，這個係好緊要嘅，呢個係好緊要嘅。OK 好冇？咁啊，
你明顯見到啦，咁就係佢冇咗呢個重點嘅人物，去當球隊需要戰術嘅時候咧，去運行出嚟。OK， 特別係你見到咧，特別係一啲嘅快攻，快攻。嗱，快攻咧唔係講緊咧，唔係講緊即係嗰啲真係後半場 touchdown 嗰啲，而係話可能嗰個快攻係二打三，可能個快攻係一打二咁樣，即係冇一個絕對嘅優勢嘅，係啊。嗰陣時候咧就冇執行到一啲嘅所謂嘅 tactic 上面嘅嘢咯，係啦，睇得出嘅亂鳩咁嚟嘅，係啊，當特別係快攻嘅時候 ，OK， 特別係 Ingram 攞波，嗱呢個係我重點要講嘅 ，OK 好冇？好嚟啦，咁啊下一場嘅賽事要討論啦，咁啊嗱呢場啊厲害啦，咁又咖喱仔啦，咁就抌入咗11個三分波咧，咁就令到勇士咧就險勝呢個嘅小牛嘅。我嘅險勝嘅小牛嘅，其實 Luka 咧，我自己覺得 Luka 咧，而家一喺大放大熱大放唔係大咩大大咩大名大放嘅時候咧，有陣時就係咁啦。你嗰日 hot hand 咧，你冇得你 hot hand 你就係冇解嘅，係咪？即係著著㗎啦。係啦 ，hot hand 就冇解嘅，即係等於朗拿甸奴。即係我以前佢當打朗拿甸奴26歲喺巴塞嘅時候，80分鐘開始，我叫朗拿甸奴 time 噶嘛。即係每嗰陣時嘅巴塞球賽進入到80分鐘嘅時候，80分鐘到90分鐘咧就係巴塞嘅朗拿甸奴 time， 就係你冇解嘅，你冇亦都冇計嘅。當你80分鐘你俾朗拿甸奴接多個波咧，你就冇計噶啦。係啦，所以我哋嗰陣時睇波嘅時候，無論外國嘅球評啊，或者亞洲嘅球評，朗拿甸奴叫朗拿甸奴 time 啊嘛，係，總之巴塞嘅80分鐘就開始㗎啦 ，OK， 大家都冇曬體力啦，大家去到最緊要咬著個狀態咧，你朗拿甸奴就癲㗎啦，真係癲嘅 ，OK， 好似而家阿 Luka 咁樣 ，Luka 佢就係當你按 hot hand 嘅時候咧，你嗰啲大心臟波，屌你亂掉都入嘅。我唔係講個亂掉，而係話大心臟嘅時候，而家 Luka 呢個 fever， 即係呢個風暴，佢嘅本身個球員個信心又大 ，on hand on hot hand 順手嘅時候，你唔掹佢就入噶啦，係咪先？唔好計佢今年做咗好多 crunch time 嘅啦，即係譬如佢底線最尾 0.3 秒射啊，唔好講嗰啲啊，淨係計呢幾場佢入幾多係後追嘅三分波，係咪？仲要你一唔 mark 佢，或者你本身諗住 mark 佢噶啦，你猶豫咗 0.1 秒咧，你就冇噶啦個波，係啊，係咪先？對唔對 ？Luka 仔啊咁樣，好啦，嗰陣中冇大佬，有啲細選，係啊冇錯 ，Stephen Williams， 我係絕對同意，湖人根本就係呢個問題係多過其他嘅嘢嘅 ，OK， 其他嘅嘢嘅 ，OK， 以傷兵嚟講啊，湖人點？湖人啊，大把人用啦。即係如果話純粹以傷兵影響嘅話 ，NBA 啊勁撚多球隊啊，個問題仲嚴重過湖人啦，係咪 ？OK， 好啦，咁啊繼續啦。咁啊火箭唔講啦 ，James Harden 雖然你輸波係啊，但係我即係費事喺你傷口撒鹽啦。OK，James Harden 好冇？係啦 ，OK， 好啦，咁啊字母哥繼續 carry 啦，係啊。咁啊，仍然係嗱，好多人咧對於公鹿對於公鹿嘅評論就係講緊究竟字母哥要 carry 到幾時啊嘛，或者字母哥幾時 carry 完啊嘛？嗱，你睇佢啦，字母哥即係我叫做 Yanis 啦，或者叫Academic Tubal 啊，冇咁 Academic Tubal 啊，咁即係轉字母哥。咁啊 ，Yanis 比較簡單啲啦，係咪？因為始終都係比較短啲。佢無論係身體狀況啦。佢嘅球賽嘅判斷啦，而一啲總之你需要Yanis 嘅地方咧，佢都會做到成績嘅。而咧大部分去到季中啦，大部分對嘅人對於公鹿呢隊球隊嘅評價咧，我覺得有少少唔 fair 嘅。佢就係其實好多人都問緊，好多人都講緊啦，特別係外國嘅球評啦，特別 ESPN 嗰啲死黑鬼啦 ，OK， 即係唔係死黑鬼嘅，我中意黑人嘅，但係佢啲。我覺得ESPN 嘅體育節目咧，當然啦，你要構築一個節目咧，一定會有啲黑人憎嘅主持，同埋有一啲叫做 take size 嘅主持咧，咁先至好睇嘅。即係如果下下咧，即係下下都持平咧，我覺得就唔撚好睇嘅。OK， 好冇嗱，譬如話點解我咁撐 GM 啊？因為 GM 有立場啊嘛，係咪？
你有立場先講嘢先會到噶嘛啲 point 係咪先？下下都話其實我覺得唔錯啦，不過可以再好啲啊，又或者啊其實都幾好噶啦啊，可以再好啲，又或者佢都唔係好差，有可能差過。屌你，我唔使同你持平啊，大佬，咁所以使閪同你持平啊？我講就係我講嘅嘢係咪先？我唔撚中意佢咁，我就講出我有原因，我有 point， 我唔中意我話俾你聽我個 point，OK？我中意我話聽我 point， 而唔係同你講緊話公牛有啊 ，OK 啦，冇都唔差，即係屌你咪唔撚使睇啦個評論節目係咪？係啦，咁所以咧永遠有呢啲咁嘅有 text size 嘅主持喺度咧，咁先至好睇個評論節目。OK， 嗱，咁大部分外國特別係外國啦 ，ESPN 啦，成日都講緊究竟公鹿字母哥要 carry 公鹿 carry 到幾時咁樣？係啊 ，OK， 嗱，首先第一件事，我覺得呢個題目咧係有啲黑心嘅。因為咧，好多外國嘅討論區都係講，唔係我都有個討論啦，特別係一啲嘅所謂嘅專業嘅體育嘅節目嘅評論咧，就係講緊，公鹿冇得字母哥就撲街噶啦咁樣，係，某程度上 yes， 因為你要明白，而家字母哥無論係嗰個叫球速啦、運向啦、大心臟波啦、分數啦。特別係分數咧，其實為而家係貢獻，即係叫撐住成個公鹿嘅得分嘅 ，OK， 但係。公鹿唔係淨係字母哥，真心唔係淨係字母哥 ，OK？ 佢有好多個人咧係可以幫到佢，真心 ，OK？ 只不過字母哥出名啲，關鍵位可靠啲，所以公鹿咧而家嘅成績唔錯咧，的而且確係因為字母哥 carry 嘅真心啊。但係公鹿由舊年開始講，公鹿最勁嘅地方咧就係有 Middleton，OK？ 有 Middleton。但如果有即係有嗱，當然啦，有逐場睇咯，叫做。但係如果有記憶舊年咧，但舊年去到 playoff 嘅時候咧，其實字母哥有啲啞火嘅，係啊，即係信心打到有啲少信心不穩嘅。如果唔係 Middleton 呢啲咁嘅老屎忽，或者叫做有咁有經驗、咁淡定嘅球員喺度 carry 住咧，其實咧。playoff 之後，公鹿嘅第一場比賽，十六強第一場比賽咧，其實會輸得仲難睇。好多波都輸得好難睇 ，OK？ 嗱，個問題就係你要知道大賽球員啊，或者叫做 playoff 成日都講啊嘛 ，playoff mode 咩 season mode， 我覺得全部都係 bullshit 嚟嘅，入到 playoff 再講。但係而家公鹿嘅構築咧，的而且確係有佢成功嘅一套。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字母哥係勁，但係 Middleton 係舊年 playoff 公鹿嘅救星嚟嘅 ，OK？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淨係認為公鹿得字母哥，但係有字母哥嘅公鹿的，而且確係勁嘅。OK 好冇？好啦，所以咧我仍然係 rate 翻一票嘅俾 Middleton 啦。OK 好冇？好，跟住啊，咁啊依啲唔講啦。好啊，七十六人啦，係啊，冇錯啊 ，Middleton 我好中意佢，佢低調得嚟咧，佢好有貢獻啊！即係永遠咧，啲 crunch time 咧都未必有佢份嘅。但係 Middleton 佢就喺中間咧，佢拉鋸到成個公鹿嘅賽事。OK， 當最後 Hero Shoot 嗰下咧，就俾字母哥。OK， 英雄嚟嘅呢個。OK， 好冇真正嘅英雄。好啦，咁啊108咧就俾105啦，就贏咗 Next 啦。咁啊贏得十分之險啦，20分，22個籃板，9個 assist， 厲害啊！Hello， 嗱，第一件事點解我會講緊 Ben Simmons 咧？嗱，其實我就嗰啲花生唔講啦，譬如嗰啲西門子又同不拿不和嗰啲咧，就唉唔講嗰啲嘢啦。因為坦白講，永遠有呢啲嘢咧，大家先會留意多啲，我叫做即係自己人哋嘅球隊啦，係咪先？人哋球隊不和啊，當新聞睇啦，係咪先？喂，好啊，你不和啊，正啊，咁樣啫。Anyway， 嗱。Ben Simmons 咧，我話 Middleton 打多字母都係打多字母，係啊，但我覺得 Middleton 係你見到係有大將嘅風格嘅，好有大將風格，特別係舊年嘅 playoff 真係好犀利。OK， 嗱，Ben Simmons 咧，以而家嘅 PG 嚟講咧，佢嘅體格啦，佢嘅高度啦，甚至佢各方面嘢咧，都係比較大嘅，屬於 big。big 少少嘅，我叫做嗱，特別係有啊 NBA 2K 啦，係啊，即係有陣時我哋都會講啦，就係話其實 PG 咧有呢啲籃板數字咧，係我嗱22個係好誇張嘅 ，OK 好冇？但係咧 P
PG 有籃板咧係好正常嘅。嗱，其實到而家咧，特別係新一季或者叫做近呢幾年先睇 NBA， 或者即係啱啱打波冇幾耐嘅話，冇我哋以前嘅老屎忽，冇經歷過老屎忽年代，到而家嘅 NBA 賽季或者籃，其實好多好多，特別係打後衞啊，或者年輕一代都唔明白嘅。後衞點解會搶籃板？好多時候我都認為後衞搶籃板咧係好撚奇怪嘅。嗱，我話俾你聽，絕對唔係。OK， 而正常嘅 PG 控球後衞咧，有十個籃板係好正常嘅。當然啦，場場有十個係你厲害啦，係咪？有籃板嘅控球後衞係應該係本分，亦都係證明你身價嘅。OK， 嗱，我去年講過啦 ，Ben Simmons 如果佢黑好似 Griffin 咁樣，俾落苦功射三分，射中距離咧，其實咧佢根本就係先導，根本就係先導，咁撚高，咁撚實，隻手又長又快，肌肉 build muscle 又正，運動體格又快，球速持球速或者非持球速速度又高。OK， 你嗱，因為點解咧？首先講講先。因為 PG 咧，我叫做咧有個慣性嘅，要就係咩？因為 PG 控球位咧，其實任何時，我話大部分嘅時候玩 PG， 其實你都係要喺後場攞波嘅。後場波 PG 係好少跑快攻嘅，因為跑快攻有人幫你跑嘅，你唔使跑快攻嘅。所以無論係有陣時候我哋開波嘅時候咧 ，PG 要慣性嘅去後場攞波。又或者當個人當人哋進攻緊，譬如可能人哋得分後衞射完波，咁其實 PG 係理論上或者到而家都係教練都係咁教嘅 ，PG 係要翻後場協助，有陣時可能執下籃板啊咁樣。因為點解啊？因為你盡快攞波去發動個攻勢 ，OK？ 咁有所以 PG 嘅慣性就係當你球隊開波嘅時候，一定要習慣喺後場嘅 ，OK？OK， 又或者當人哋進攻，可能個波 shoot out 咗啦，已經出射咗波啦，你已經冇嘢可以做啦。PG 係唔會砰咁樣打快攻，唔會嘅，即係你唔會見到個 PG 砰一聲，人哋射完波就飛去前面嘅，冇嘅，因為你嘅責任就係要盡快攞波啊嘛，所以一定係回後場試下執幫手執籃板，幫手搶籃板，或者幫手可能做一啲嘅偷波啊、back show 啊，因為有陣時會失進攻籃板噶嘛。咁你失進攻籃板，咪攻城良田咯。你幾可兼攻城良田跑快攻啊？攻城良田全部都係當人哋搶到進攻籃板嘅時候，成日撩走人嗰波啊嘛。This is common sense， 係咪？咁所以就係話Ben Simmons 咧，其實以佢嘅身高，以佢嘅體格，其實我坦白講，我好睇好呢貴公子，就是、因為佢其實佢而家個硬件就有噶啦，係爭啲軟件嘅啫。OK， 係咪？係爭啲軟件嘅啫。OK， 唔係咁當然啦，冇 PG 冇話一定要係咩嘅。你個有陣時個球會入邊係教練嘅戰術啦，個教練要 PG 打快攻，咪打快攻咯，冇所謂噶。但係當你個訓練嘅時候，你唔會跑快攻噶嘛。係咪先？對唔對？所以冇話一定嘅，同埋理論上，中鋒同埋大前鋒搶到籃板嘅機會係多啲嘅，係一定嘅。OK， 好啦，咁所以我自己就好喜歡 Ben Simmons 佢依個硬件嘅。咁問題就係軟件仲未 ready 嗱。咁誒，佢20分同埋十個籃板球呢啲咧，22個籃板球根本就係即係我叫做哇哦勁啦，係咪先？冇嘢可以講啦，實勁啦。OK， 但係。而家其實76人，佢嘅重點咧，譬如我76人點解我舊年中意到，唔好舊年中意，我舊年睇到而家咧，其實佢越嚟越完整啊！有 Ben Simmons， 有 JJ Redick，JJ Redick 咧，我覺得好似 Reggie Miller 嘅，係啊，即係無論佢嘅射姿啦，或者佢啲 catch and shoot 啦，其實我覺得好 Miller， 或者好 Reggie 嘅，佢嗰啲波咧啊，你真係有陣時你真係吹佢唔撚漲嘅，佢就係借你少少 pick 咧，佢就射得到噶啦個三分，即係同當年 Reggie Miller 咧跑三分線一 catch。攞個大前鋒或者小前鋒個膊頭，少膊頭咧，佢就射死你嘅可以。係啊，我覺得 JJ 同 Reggie Miller 好似 ，OK， 好啦，跟住 Embiid 啦，好穩定嘅球員啦，撇十分之唔好，不過你唔好理佢嚇，人哋交到數字啦。跟住有 Jimmy Butler 大心臟啦，跟住其實你見到佢有 Shannon 嗰啲，哇，好穩定，即係你見到其實76人嘅人佢好撚齊，係啦，而家咧就只需要揾到中間入 playoff 嘅默契咧，我覺得。
今年的贏面比去年更大啦，係啊，真啦，真心。OK， AI 嗰啲冇話一定嘅，我講嘅嘢只不過係我講嘅 PG， 只不過係正常體系嘅 PG 啫，係咪？對唔對？連 Michael Jordan 都搶籃板㗎，係咪？人哋得分後衞嚟嘅喎，係咪先？你幾可見 Michael Jordan 跑快攻啊？係咪？喂，跑快攻嘅定義係講緊你跑去前面，人哋掉俾你喎，佢通常都大波上去㗎嘛。是不是是啊 ,OK,OK, 即是不是冇啊，你知道你知道网络曱甴了，又说 cut 我这句出来了，威哥佐顿没跑快攻、啊、,OK, 好不好，好啦跟住见到啦，咁 ,Celtics 形成即迷头啦，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咁我要讲讲嘅呢场啦 ,OK。咁如果有睇到 上个星期嘅 NBA 呢，咁其实呢马刺对雷霆呢，其实因为是 back to back 嘅。是 back to back， 就是一個星期就要打兩次，哇你要知道哇幾好緊張。這一場呢也都是我 rate 了、暫時去到季中、第三場我叫做大家呢、要看的比賽的、okay? 因為為什麼呢，是直情是 playoff 那麼滯的打到、okay? 因為今年呢、斯坦之前、即是斯坦之前、舉個唔係，即係有兩場建議過大家睇啦。第一場就係、是近期啲嘅，就係、是、勇士對火箭啦嗰場啦，係 playoff mode 嘅。呢兩場 back to back 咧，其實都係 playoff mode 嘅。Andre 嘅爆發啦，攞50分嗰場啦，甚至 even 依場122叫做雷霆復仇成功咧，其實都係好季後賽 feel 嘅。OK， 你見到咧啲咬牙切齒啊！係啊，嗰啲特別係嗰啲 low post， 因為咧上場俾 Andrew 咁樣攞50分咧，其實今場咧 Thunder 咧佢係直情咧係咬實咗 Andrew 嘅 ，OK，Andrew 嘅真係好犀利。佢內線咧見到 Stephen Adams 咧，即係已經罰組咁樣噶啦，佢打到咧即係唔係講 boxing 啦，而係佢打到好硬淨，即係佢比上，因為上一場領過你嘢啊嘛，你50分係咪？今場你見到個內線咧啲好早夾擊。好早就俾咗好大嘅壓力 Andre 咧，哇，好睇到不得了！你見到內線咧有勁多叫做好 harsh 嘅 AB 位嘅play 啊 ，OK， 心口撞曬啊 ，OK 嗰啲咧，哇，好睇到不得了，係啊，即係如果即係嗰啲感覺上就好似嗰啲打泰拳咁樣咧，係咁咪條鐵通咧，邊個嗌痛啊，邊個輸嗰啲咧，係啊，好睇到不得了，係啊，緊張。刺激 ，OK，MJ 嗰陣時推進嘅 speed 會加咁快，係冇錯。呢兩場咧，馬刺OT 贏雷霆，同埋呢場雷霆反 cap， 即係叫完美復仇馬刺咧，都係十分之好睇嘅。OK， 今季其中一個好睇嘅係聖誕湖人對勇士，係啊，都唔錯，都唔錯嗰場係啦。總之呢場又十分好睇。嗱、啊，咁我睇睇個數據先啦。上一場唔講啦，因為上一場 back to back， 咁大家都知道50分啦。OK。等一下好了 GM 要遲一點，因為 GM 忙緊，那我會講多一點好了。那 Oklahoma City 啦 Adam 啦 12分9個籃板球 Paul George 18分11個籃板球，西書24分10個籃板球，跟住 Grant 12分4，跟住 Scooter 19分1個籃板球， Patterson 13分4個籃板球， Nader 15分2個籃板球，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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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啦，跟住再落去啊 ，DeRozan 18分6個籃板球啊 ，Andre 17分9個籃板球，係啦，你見到啊，即係重點招呼佢啦，係咪 ？OK， 跟住之後啦，咁啊，等成啦 ，Bill 吧。嗱，今場咧，我叫做因為我係好推崇中鋒噶嘛，或者叫做叫咩噶嘛。嗱，即係我唔係嗰啲，我唔係將 NBA 嘅球賽咧就當做呢個 MMA 嘅戰場睇嘅，即係唔係嗰啲，即係哇越多身體碰撞咧最好睇，唔係，即係冇咁變態嘅，打交還打交，打波還打波啊。但係你見到咧球員嗰種嘅搏命同埋嗰種咬牙切齒嗰啲嘅情況咧，係你令到你咧。我覺得哇！呢啲感覺上咧，佢好似好想，淨係想贏你。OK， 嗱，第一件事，你要明白一樣嘢咧，西書咧其實而家咧，我坦白講啊，其實西書而家咧，佢係神，即係佢咩人任何人都唔驚嘅，係咪？嗱，舊年到而家我都講過，你 mark 唔到西書係好撚正常嘅事嚟嘅。
OK， 唔係西輸，你唔係你佢唔入咧，唔係因為你 mark 到佢，佢自己炒啫個波。OK， 嗱，但係你見到咧西輸點解我話嗱今場睇咧，我話俾你聽，西輸啊，佢打得好小心。OK， 你見到西輸佢今依特別係。特別是呢一場啊，即係你話兩個加時嗰場咧都冇嘅，今場佢打得好小心，最合西輸嘅人就係 Kevin Durant， 唔撚係啊嘛，KD 而家係過街老鼠嚟嘅咯，雖然佢佢喺個球場上面嘅地位嘅技術啦係冇錯，一定係唔使講啦 ，top of the top，OK，、okay? 任何嘢同籃球有關嘅佢都係。你奈佢唔何，但係可能佢嘅球員品德啊，或者佢對佢等等嘅性啦，其實而家佢係即係過街老鼠嚟嘅咯。由以前書包西輸到而家，真係完全兩個唔同嘅 reputation 嘅咯，完全唔同嘅咯，係咪先？你仲諗住嚇？佢仲係好 humble， 以前書包啊，書包 KD 啊 ，OK 好啦，嗱咁啊。嗱，而家你要知道，我好欣賞，冇話我唔係好欣賞啦，我係好認為咧，我係好認為咧，西輸佢今場係叫做咩啊？打到咧個人咧係以球隊為先嘅。OK， 嗱咩意思咧？嗱，其實就係講緊嗱，可能我講得好空泛，因為你哋冇睇場波啊，可能。今場西輸射得好小心啲波，好小心。你未見我係坦白講，如果你有睇雷霆咧，其實你會知道咧，其實西輸佢不嬲都我行我素嘅。OK， 有陣時咧，佢嘅 play 凌駕於球隊嘅戰術之上嘅。OK， 西輸有陣時嘅浪射浪鏟咧，係令到。雷霆的人咧，雷霆嘅 fans 咧，都有陣時又愛又恨嘅，即係等於 Kobe 咁啫嘛。Kobe 臨退休前係咪先？臨退休前嗰兩三季，其實都俾湖人嘅人去漫罵佢啊！屌你老咩浪射自我中心，噼里啪啦係咪先？對唔對？其實雷霆西輸喺雷霆嘅情況亦都一樣。even 球迷都好咧，有陣時當西輸進入咗嗰個叫做上帝毛嘅時候咧，佢嘅一種浪射、浪鏟、浪跑、浪掉咧，其實咧係球迷真係又愛又恨嘅，又愛又恨嘅，真心。OK， 嗱，但係今場咧，你見到西輸佢有一種咧，有一種為球隊優先選擇權嘅決定嘅。OK。坦白講，真心嗱，咩意思咧？點解我講到咁佛偈咧？就係話咧，西輸你見到佢今場嗱，依一場比賽你睇翻全場你就知道啦，或精華都得嘅。佢有多有咗好，佢有好多波，有好多波，佢空曬佢冇射嘅，三分兩分。因為咧點解咧？佢可能佢知道手風唔順啦，又或者可能佢嗰下冇信心咧。其實佢好多球啊，特別係呢一場。好多有兩三球空咗三分冇射 ，OK， 有四至五球空曬嘅中距離，佢冇鏟冇射，佢選擇咗傳波。可能佢即係你話佢 hesitate 又好，你話佢知道自己手風唔順都好。喂，呢樣嘢我覺得咧係西輸想贏嘅最大表現嚟嘅，真心喎、哦，係啊，因為點解呢我認真，我支持咗即係我由有 KD 嘅雷霆到冇 KD 嘅雷霆都好撐西輸。你見到佢咧，有陣時佢唔理你嘅，屌佢唔理鳩你嘅，唔入射，屌怕閪啊！即係以前佢係咁樣嘅 ，OK， 而家都係，只不過呢一場咧佢好小心 ，OK， 你好佢好撚想贏 ，OK， 自己射亦都唔入，唉唔射啦。以前係好少出現呢啲情況嘅。你見到佢料唔射，咪衝埋去鏟咯，咪罰球先飛埋去入樽咯，係咪先？真心，你越想贏咧，佢又越小心。呢場咧，你睇到一個 hesitate 嘅西輸咧，反而個球隊流動性就好高。Patterson 啦 ，Patterson 啦，係啦，因為點解嗱？我想話俾你聽，有陣時認真去討論嘅時候，
你西輸一場射三十幾球，你邊度到人哋射啫？今場 Patterson、Scola 嗰啲射波有空位射，肯有人傳波俾佢射，你咪射咯。喂，西輸唔入喎，西輸俾波你喎，射咯。忽發奇想又入喎，勁撚入 Patterson 入勁多擦板波，係咪？你估唔到，屌你喺45度角三分擦板都得嘅 ，OK？ 但係唔緊要，因為點啊？因為西輸唔撚射啊嘛。你射咯，有乜所謂啫？係咪？嗱，呢個咧純粹一個咧好鳩屎嘅討論啫。O K， 即係我唔係全家人擦板，鄧肯都擦板嘅，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見到一個 hesitate 嘅西輸，一個因為自己知道手風唔順嘅西輸，佢令到個球隊有好多人，唔係佢咪應該咁講，佢令到隊球隊出現一啲好多球迷都想出現嘅情況，佢就係西輸在場。但係成隊打得好活躍，係咪？所以我就覺得哇，西輸今場佢冇射七八球，我覺得好正啊！成件事係啊，嗱認真真，係今年命中差到烏吉，阿波波佢以前點會理你嘅啫？係咪？舊年都唔撚理你啦，命中差咪鏟埋佢咯，飛埋佢咯，唔撚入嘅咪舉手咯，係咪 ？OK。所以唔緊要，我由得佢。佢今場因為自己唔撚入，佢空曬三分傳，空曬兩分唔射傳，越傳效率越高。成場喺個球速，甚至喺個球隊嘅節奏嚟講，壓撚住馬刺嚟打嘅。OK， 但係馬刺都有能力反 cap 係啊，即係我話俾你聽，佢越傳得多，佢反而越壓制得馬刺得好。我講呢場啫。OK， 好 ，anyway。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西輸佢有呢個覺悟，其實我覺得哇，其實係好多雷霆嘅 fans 咧等到嘅。OK， 網上邊好多 YouTuber 或者好外國嘅評論都係講緊嘅，列出西輸十大罪狀，點解三雙場場三雙嘅人都會輸波咁樣樣，噼哩啪啦。某程度上我同意噶嘛，我講過好多次啦，某程度上我同意噶，係咪先？但係而家雷霆唔使啦嘛。雷霆有 Paul George 啦嘛，係咪先？有人分擔西輸嘅工作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今場西輸嘅 hesitate 咧，啊唔多唔少係贏馬刺嘅關鍵啊。OK， 睇呢場，我覺得好睇嘅，真心好睇。好啦，嗱，跟住冇咁快啊，主嘢未到啊。OK， 好啦，今日再講啦。嗱咁啊，另外啦，我再攞多一場去講啦。湖人就唔講噶啦，冇咩好講啦。咩？列出水行客十大善行，我就列到啊。Steve， 哇！我自己好中意 Steve Adams 喎，我真係好中意佢。啊，嗱，我離身先。如果以你同我講，以而家一個叫做小球風氣流行嘅 NBA 嘅節奏嚟講咧 ，Steve Adams 而家。是屬於一個很傳統的中鋒，係啊，佢感覺就是很赤目 ，OK， 佢就是做球隊的命脈的連貫 ，OK， 佢要做的工作就是協助球隊正常有正常的得分，有關鍵的籃板，有關鍵的防守，但永遠咧佢都是比目魚嚟嘅，藏喺沙底。需要佢嘅時候，佢就會出嚟噶啦。O K， 我係好中意呢啲中鋒嘅，好中意中鋒啊！真心，我真係好中意啲中鋒。你話我有中鋒情意結又得，你話我係好中意呢一類型嘅中鋒又得，又話我好中意水行俠又得，冇所謂嘅，睇你點講。但係我覺得呢啲嘅中鋒去到關鍵時候嘅作用咧，防守係藝術嚟嘅。進攻啞火，防守呢就係、是、考你能唔能夠逆轉得到球賽、啊、我自己覺得就係咁樣。等於龍門一樣，龍門呢、之前我之前睇、過、之前睇波嘅時候，咁啊有啲個説法就係話，當個前鋒咧打咗89分鐘戇鳩波。但佢最尾一分鐘入波咧，佢就英雄嚟噶啦。
係咪？嗱，琴日有睇啊，睇迪基亞就知啦，係咪先？依家 GM 都會講噶啦，係咪？曼聯啊，阿旭又喺度啦，咁一定講曼聯啦，咁又唔使講啦，係咪？龍門咧就係、是、打咗89分鐘好波，但係最尾一分鐘輸波咧就係九紅，就係、是、全隊嘅罪人，係咪？真心中鋒咧，我覺得咧就係、是、永遠係關鍵一分鐘，關鍵一分鐘係啦，就係、是、譬如話你個球隊，我講防守嘅中鋒啊。防守中鋒或者叫做防守勁過進攻嘅人啦，就係、是、你成場你防守，你唔會見得到，你唔會有好高評價嘅防守係藝術嚟噶嘛。你出一個好出色嘅防守，你 shut down 任何嘅位置，你喺個球隊上邊或者喺個 highlight play 或者喺個精華上邊咧，你永遠見唔撚到嘅，除非係一啲好 amazing 嘅 block 咁 plang 嗰啲。但是防守出色的中锋，他就永远在最尾，当球队和球队之间咬撚住，譬如说90分咬撚住个防守篮板球，关键的防守篮板，关键的进攻篮板，还有一些关键的补防，你是永远防守的中锋永远都是这样的。你一場十二分鐘打四節嘅賽事，47分鐘，你係永遠都係人哋睇唔撚到你嘅。最尾最關鍵嘅時候，你搶到個最關鍵嘅籃板球，啲人就會知道啊，原來你有打嘅喎，係咪？永遠進攻係贏掌聲嘅，防守係贏冠軍嘅。所以 Stephen Adams， 所以我覺得佢係而家呢個叫做呢、這個 NBA 球壇裏邊史坦。死正種的中堅嚟中鋒嚟講咧，我係最欣賞佢嘅，我真係最欣賞佢。OK， 神防守球員，當年黃大佬好似 James Bolden 冰封嘅 Kobe 係啦，拳王 Chandler 對老鷹嗰場最後嗰個 block 啦，係啊，冇錯，誒呢個就係防守人嘅命運咯，係啊，但係你就係好需要呢啲，因為咧進攻因為進攻我自己咁覺得啦。嗱，進攻當然係重要啦，你唔進攻，你攞唔到分，你點會贏咧？係咪？對唔對？你進攻一定係要緊要嘅。有陣時防守，成日我哋打 NBA 2K 都係嘅，防守唔一定唔100%防到噶嘛，係咪先？防到就唔使下場場打到100分啦，係咪先？即係如果我到今時今日為止，我講緊一個硬出色嘅防守球員，佢都係唔會有機會 completely shut down 阿丁嘅。即係佢唔可以100%完全咧封鎖咗一條友嘅，冇可能嘅。OK， 因為進攻永遠都有優勢噶嘛，你行先噶嘛，即係等於打夢戰咁啫嘛，先手一定有優勢嘅，係咪 ？OK， 就係咁咯。OK， 我例如熱火打馬刺 ，Jace 淨係吹 Ray Allen 神啊，冇人記得 Boss 拎咗個總，係啊，冇錯。相對的就是Sasa 守 Reagan 犯規送了罰球給陸軍OK 很多的 OK 好不好好了那回到哪邊了那專業到了那今天很精彩的啦因為昨天 也都踢了一場很精彩的比賽連史坦 都有陪伴大家看一場那麼精彩的比賽因為他們說得很好看嘛又說又普巴又說哇神表現哇迪基亞又哇又力夠了全世界播於是我都扭著個違規的直播頻道去偷人家拎去看很少看的因為有時候我家裡很少看播因為真心那段時間通常都打 NBA 因為昨天呢說到這麼精彩史坦都忍不忍住拿條link去看看究竟是不是這麼好看呢是啦那現在回來 GM 就會講一下今個星期的伊波拉有什麼重點賽事回顧亦都我相信曼聯這一場球亦都是一定會是今天的討論的重點來的啦不知道他會歌頌迪基亞要歌頌到什麼時候呢OK 現在回來見拜拜